各位观众好，我是魔女。今次的讲座会开始讲解断腰妇孺要注意的地方和技巧。上一条影片我们提及过翼牌的妇孺，色端和翼牌在日麻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番嘢，但是他们的本质是有十分重要的分别。日麻的初学者必须要了解两者的差异，在实战里面加入适当的调整，才能够在妇孺技巧上面有进步的。那两者究竟有什么分别呢？首先，翼牌是局部翼，我们只要有一个翼牌的黑子就能够成立了。所有用到翼牌的手牌都肯定没有平虎的。翼牌的特别之处就是它容易同全体翼，好像混一色对对虎这样等等复合。不过因为本身占了一个面积的位置，所以它很难同其他的局部翼，好像一背后啊、三色这样同时出现了。至于断腰就刚刚相反，断腰是全体翼来的，它很容易同其他的一番翼，例如平虎啊、一背后这样等等复合的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这些同断腰极易复合的翼种大多数都是门前翼，也就是说这些断腰牌一附录的话，很多翼种都会消失的了。相比之下，翼牌就算附录了也都很容易同对对混一这样做出一些大牌来。所以断腰的手牌不去上牌求立直的诱因会比翼牌的附录大很多的，就好像以下的手牌这样，如果没有原相的话，这副牌是值1000点的。但是如果这副牌是做到门清立直，因为有一杯口或者平虎的话，可以是满贯甚至是跳换更加大的牌。故此除非到了尾巡，否则我们都不会轻易在这里上牌碰牌的。另一方面，断腰的手牌只可以用2-8的数字牌，相比起翼牌，这个是非常大的限制的。因为这样对手知道你是断腰的话，只要打这个牌你就肯定不可以上又不可以吃了。但是如果是翼牌的附录攻击，手牌的使用没有限制的话，那对手在做牌之余也要兼顾防守并不容易。所以断腰的牌一旦附录了，往后做牌的过程就会比较艰辛了。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断腰附录牌在防守上会比较差。因为翼牌的攻击手中还可以有字牌或者一狗牌，但是相比之下，断腰的攻击手里面的牌就剩下2-8的中张牌了。因为名牌本身就会令自己的手牌变短，削弱了自己的防守能力，而当自己是断腰的时候，这个效果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。所以断腰的攻击会十分重视自己手牌的食虎速度和机会，因为一旦有人立直而自己还未叫虎的话，自己就会处于一个十分难处理的状况了。断腰和翼牌的分别大概就刚刚讲完了，接下来就会扼要地讲一讲断腰的附录攻击的准则。首先，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离食虎太过远的断腰附录。一个初学者间经常见到的漏洞，就是经常在一副十分之烂的牌里面开始做食断，结果就是到后来有人立直，自己亦都冇虎叫，手上根本冇安全，反而被迫进攻而放重，造成了非常之大的损失。因为附录过多而导致不必要的放重，在初学者间的牌谱是非常之常见的，咁大家就要多多留意啦。我哋具体去举一个例子，比如呢一副牌咁样，虽然离食虎仲系好远，不过在呢个时候碰发财或者一索，基本上都是冇问题嘅。因为呢一副牌做到混一色嘅话，会有一定嘅分值，而喺做牌嘅过程间，手牌亦都会有一堆字牌同埋安全牌，咁就算有人立直，亦都可以松容防守。更何况翼牌嘅碰嘅机会系一瞬即逝嘅，呢个时候唔碰发财，可能以后都会碰唔到啊，咁食虎就会变得更加困难。不过在第二副手牌，冇错，处理好腰狗牌的话，就会有食断的机会。不过呢度做食断最多都是得1000点嘅啫，而且一人立直的话，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变得冇牌打。所以呢一类的牌是不会考虑名牌，只能够搏立直，摸不到的话就弃虎，这个是比较安全和合理的做法。第二点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早中巡做2000点或者以下的断腰附录。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
例如在自己成为庄需要连庄的时候，而手牌太慢，亦都冇太大嘅机会立值，咁就需要付老啦。又或者在柯拉食咗会即刻一位，同埋其他需要抢满嘅情况之下，咁呢啲都系典型嘅例外。呢、这、一个指引其实就只系单单针对单纯为1000点或者2000点而做嘅付老嘅啫。例如呢一副牌咁样，基本上早巡我哋系唔会上四六同嘅，理由就系上完最多都系1000-2000点。但是如果可以立值的话，有满贯以上的机会就会很大了。即使是二型听牌都好，局收之亦都会比单纯抢2000点的贵高。综合而言，聚盘阶段的段腰是副老攻击，一般来讲都要有两张到，也就是说3900点以上才会考虑的。第三就是要尽量做到良型听牌。大家必须要记住的一点就是，段腰的副老攻击防守力都是比较薄弱，副老段腰在没有听牌的情况之下面对立值，就会令自己进去为谷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希望段腰系的副老是良型听牌，一旦有人立值，因为自己的牌都有胜率的话，对攻就不会处于一个十分之不利的局面了。当然如果我们拿的是段腰当三之类的大牌，那圆形听牌当然没问题了。但是如果是中后巡做2000点的副路，那良型听牌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了。明牌判断只是副路技术的一部分，实际上在段腰的副路上面有很多有用的技巧，这里就为大家介绍几个。我们并不是要等到手牌没腰狗的时候才去想段腰的，对于一些大牌来讲，即使目前是没有段腰，亦都要将食段纳入视野当中。例如这一副朵拉三的一向停手牌，当然是一个机会手，可以立值当然是最好的。不过手里面最大的麻烦就是同不知对碰的圆形，目前碰到就没有翼，大家都会明白。如果手牌可以副路，可以碰到四七同的话，速度一定会大幅提升的。所以这样的牌一定要时常去考虑段腰的可能性。好了，这个时候你摸到张二万，你可能会想所有的面子都定了下来了，二万应该是没有改良值都没有用啦，那这里打二万去留安全牌笔应该没错吧。实际上这里打二万是大援手，由于手牌是有同居的急锁，时刻去想着转段腰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和率是非常重要的。二万有用是因为手牌有多一只二万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上四万或者去碰四七同啦。例如如果之后我们碰到四同打一万后的手牌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。虽然这一手还是一向听，但是之后有任何人打二万七同都可以良型听牌，速度明显比只能靠自己摸的门清牌提升了很多了。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，假设目前是 all last 只要食糊就可以一位的情况，你的手牌是这样的样子，刚好摸到七同变成一向听，那这里应该要打些什么呢？这一副牌按正常的牌口来看，打二万、五万都是可以的。正常的状况下打五万会比较合理，因为摸到一四万可以去一杯口提升手牌的打点。不过如果是只要食得出就得的话，那情况就不同了。大家要记住的就是，当手牌得回一张腰狗牌的时候，都要想下段腰的变化。例如这一副牌其实打二万会比打五万好得多，这个时候手牌会变成这样的。这一副牌其实上家打四万是可以上的，只要拿出三五万的卡窿上就可以了。之后打一万就变成段腰，同不知的鱼形部分就会变得很容易处理了。如果我们这里选择打五万，万子就成为1、2、2、3、3、4的形，那四万就会因为有食态的规定而上不了。虽然有一杯后的变化，但是因为它是门前翼，你都是无法动手副老，效率明显比不上打二万的。除了上例之外，还有其他可以合法食替的形态，例如这一副牌上一打四七万的时候，只要拿出五六万来上都是可以上到的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手牌这里是没有翼也都没有原上，因为它是鱼形听牌，在一些不想立值的情景之下暗听是可以的。但是这里上一打四万就有段腰，九万也都可以做到一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有翼的听牌了，可以出到食率出面。万字的部分可以合法食替的形态其实是非常常见，那大家就要多多记住了。再举多一个例子，
一副同樣都是朵拉三的手牌，不過手上面的雙朵拉五同目前都還是用不到。這個時候上一打四同，你有沒有一個很想要霸的感覺呢？其實我們只要將牌的位置稍微調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原來這裡四同是可以上的。如果大家明白這個牌型，其實四萬我們都是可以上的，始終可以上上家和只能夠靠自己摸分別是非常之大的。類似的斷腰附路技巧其實還有很多，一條影片總不可能介紹所有給大家看，但是我相信隨著大家的經驗累積，大家都會慢慢發現到可以做斷腰的牌型。今次影片的內容就講到這裡，下一條影片將會講解有關附路的牌效率和技巧，大家就要留意了。